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大家好，哎，基尼拿基尼，我是波尼。今天基尼要和波尼提1、2、3，哈哈，精心有趣的饮料盲猜大挑战，波尼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喽，输的人将会受到非常可怕的惩罚，我绝对不会输的。那么现在就开始挑战吧 ，Go Go！和波尼进行的饮料盲猜大挑战的规则是：把面前的饮料遮住之后，只尝味道猜出饮料的名字。在每回对决中，猜对名字的人得1分，最后获得分数最高的人就会获得胜利。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最后呢，赢的人要给输的人制作一杯饮料作为礼物送给他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好，那么请给出第一杯饮料吧。等等。究竟应该不会在第一回合就给我们难喝的饮料吧？这倒不会的。那你先尝尝。啊？为什么我先喝？不然我们一起喝。好的，一起喝。1、2、3。啊，答案，乳味汽水，这是好喝的饮料吗？感觉这个好像是红参原液。答案是红参原液，请给出正确答案吧。啊！天哪，不是红参。是红参牛奶，喝的时候吸管变成白色，哦，是吗？拜托你别说话，好难闻。哦，我没看到颜色。耶，一米零，1、2、3。我感觉这次我的饮料会很难喝的。说到感觉，这次我的是好喝的。石头剪刀布，这次我们输的人先喝。好的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在喝饮料吗？听不出来，不出来，是饮料吗？我感觉不是饮料。哦，饮料是黄色的。啊！这是那个生姜，生姜答案，我怎么搞错了啊？天哪，我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接下来到我了，这次应该是好喝的饮料吧？哦，是好喝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饮料。我以前已经喝过这个饮料，维生素饮料，维生素饮料不是黄色吗？啊，是的。啊，不能说出来，不能说出来，今天话说太多了。是什么？是我非常熟悉的味道，我来尝一下。答案，蜂蜜生姜茶，感觉有点像橙子味或者菠萝，是菠萝味，这怎么可能是菠萝味呀？不是吗？我你失去味觉了，你怎么会尝出菠萝味呢？请给出正确答案吧。弹珠汽水吗？啊，弹珠汽水，啊，是小心，是小心，小心水。2比0，帮我保管一下这个饮料，一会儿给帮你。不用，快点把它扔掉。难道这次我的又是难喝的饮料吗？那要换吗？不用。我才不想换呢。这次我先来尝一下。是什么？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吹一下。我真的喝过这个饮料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是甜甜的味道哦。梨，为什么？鲜榨的梨，鲜榨的梨汁。它好奇怪。哦，有甜味。我喝过，但是想不起来。这个好像是儿童饮料。我好像知道是什么饮料了，但是不告诉你。啊，没有提示吗？为什么问我？我也不知道。问导演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没有提示吗？不可以。不。啊，给我提示吧，一会儿不知道的时候也给你提示。好的。答案，西瓜。不是西瓜，好像不是正确答案。西瓜碳酸。好的，你说了西瓜碳酸，我的答案是梨汁。是梨汁吗？好像是梨汁。快点决定。总不会是鲜榨的梨汁吧？答案是梨汁。请给出正确答案吧。哦，你不是说是西瓜碳酸吗？西瓜碳酸，错。1、2、3。我们这次呢，交换一下。好的，交换吧。啊，要是饮料不好喝的话怎么办？哦耶，是好喝的。啊，不应该和他换。奇怪，哦，是巧克力吗？是绿色的，对吧？我尝一下你的，我尝完之后给你提示。喝完了吧？不是，这里面有点奇怪，果肉，里面有果肉。葡萄。哇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海苔。你的是什么？能闻出味道吗？哦，答案就是泡菜饮料。1、2、3，海苔，绿色泡菜饮料。那是什么？什么？1、2、3，这次没什么味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和波尼同时喝一下饮料吧。好的。
一二三。难喝。我知道是什么了，就是柠檬汁，不是柠檬汁的话就是过期的，已经发酵了。看颜色是可乐，闻一下味道，尝一下。不难喝吗？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了。又知道了？不是，我就是说说而已。我的很好喝，你尝尝。天哪，太酸了，是不是酸到说不出话了？不是普通的柠檬饮料，而是柠檬汁。那它应该也是果汁吧？好聪明哦！提示提示，给我一点提示吧。哦，刚刚不是给过了吗？那好吧。斜杠荔枝，答案柠檬汁。哦，现在比分2-2，分数一样。请给出最后的饮料吧。那这次我们是调换饮料还是不换？我不换啊！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。我没有闻到，肯定是难喝的。那我先尝一下。我知道这个是什么。是吗？怎么办？我感觉我好像要赢了。这可是运动达人的必需品。答案就是椰汁。要尝一下我的吗？天哪！真的好难喝。我早餐会吃这个东西。早餐吃这个。把它放在面包片上一起吃。墨西哥胡椒。终于。总感觉有点紧张。我也是。好像有什么味道。Yes。 像那个放在食物上的调料。是什么？啊，知道那个。啊，它吐出来了。没有。分析。答案加德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可能是刚刚喝的太难喝了，感觉这个挺好喝的。确定的是调味汁。这哪是烤牛排的调味汁啊，这个不是沙拉的调味汁吗？哦，又说出来了。答案黑醋洋葱沙拉汁。耶。不凡消息，把刚刚猜过的饮料全都给我，还有红参饮料和墨西哥胡椒都给我吧。来来来来啦，现在是波尼的惩罚时间。混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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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西瓜也是超大号。首先波尼想喝什么饮料呢？我想喝梨汁。那我们就先倒一些梨汁。接下来是想喝甜甜的味道还是想喝酸酸甜甜的味道呢？甜甜的味道。甜甜的椰汁。好的。甜咸混合才好喝呢。哦，我不喜欢这个颜色，请你。我给你装饰一下。味道还可以吧？还不错。是吗？挺好。都喝光了。好饱。